哦，你那时候来珠海不是来这边居住，是来这边抠你的。他们为什么从这边过？我们也看一下，就是斑马线来过去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改天也可以这样走。原本以为早餐吃了，就去珠海金湾机场起飞回贵州。可买早餐的路上，我发现不可思议的一幕，所以跟着人群去一探究竟。大家早安，起床了，准备去找早餐吃。坤哥说他知道哪儿有卖早餐的，所以我们先走路去吃个早餐。这边斜对角，这边就是菜市场。哦，斜对角那一边啊。然后去吃个早餐就回，买回来吃啊。然后早餐吃好了之后呢，我又要慢慢摸，慢慢搞，慢慢用，就要准备打车去珠海的机场。哇，你看那个这么早，哥哥都背这个背包去澳门上班，对吧？啊，那边刚刚没拍到很多人背着一个背包，然后往拱北口岸那边走，应该都是去上班的。嗯，全是这样。那骑着自行车这么早，这是往那个拱北口岸。他们为什么可以去澳门上班哈？他申请了。哦。为什么？有很多人不是内地的，也是在问说怎么去香港啊，去澳门上班哦。那里有个市场，坤哥说不是这个。是吗？还是这里？这边也有一个什么入口？这里有一家中国银行，那边有一家建设银行。那里有一家沙县小吃。啊？哦。中信银行。这里就是口岸市场，你看没看没？哎，这里面就是一个市场了。这里有一家卖包子的，等一下可以吃包子，也可以包子豆尖，已经有在卖了。这一家如家酒店昨天在网上有看到，这个就是如家新装修的，风景太差，风评就是评论太差，因为这里过去就是口岸吧。不知道嘞，坤哥说他们为什么从这边过，我们也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这里出去就是可以到广场那一边，是有一个捷径。那里还有一个生鲜超市吗？它是一条小巷子进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从这边出去，然后就可以到那一个地下，哎，可能是吧。嗯，这边转过去，哎，为什么不走那一边？那边转过来不也是会远一点吗？很好玩的。
他们也会提着早餐，然后手提早餐，顺路买着早餐，人手一袋早餐，人手一袋早餐提着去上班。所以这边出来之后呢，他从这边出来，那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行道可以这样过去。那你个人行道，他们可人行道那你这样直直过去。通关是在这边，对啊，这个位置大概是这个位置，所以他们这样走就直接到通关口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就是从这里啊人行道这样过去。日出，所以我们到时候也可以行李箱再拉着从这里面，对吧？我们到时候行李箱也可以再拉着从这里过去吗？然后他们人手一袋早餐提着就过去了，就是斑马线那过去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改天也可以这样走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如果走这样从地下室，你还要爬上来再走回来。所以就从上面跟他们看。以前那里是不能直接过去的。可以。以前可以吗？在卖猪肉，排骨36.8一斤，500克。那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每一次回来哦，然后这里都会长一颗痘痘，每次回来这里都会长一颗痘痘。那就是在调试水土。知道吧？那你水土不服。水土不服。我们现在开始去找吃的了。路已经烫好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快递，他们那个快递服务站。对，收快递啊！你看，淘宝、京东代收，这是帮那些代收的店。这个巷子是很久很久了。就是老市场啊。对，就是已经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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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了。好时多磨，那边出去应该没有了吧？有。要过去吗？还是要回头？去前面看一下。好啊。这边就是出去，就是昨天那一条。我们吃饭那一条。从北出来那一条路。不是我们。虽然这一个是旧街线哦，但是都很干净，都很干净，没有乱丢垃圾。我觉得珠海的那个卫生还是挺好的，就是环境的那个卫生哈，然后。都挺好的，就是我的刻板印象中嘛，然后都会有一些地上有一些垃圾什么的，但是始终这一次过来就是看到这边都是超干净超干净的。这是老街了，属于了一种。人卖菜的出来了，这是批发菜的吗？还有好多那个毛巾。大保健，你要去吗？大保健，小心人家在下货。新鲜的蔬菜又出来了，我们会用这个拉车来拉。市场的正门就是，我们就回头了呗。生鲜肉，包子、饺子，现包的。就是之前我们买那种现包的，它是现包的蒸饺子什么的。啊，你要隔壁这一家包子，包子油条，你要买吗？有千层蛋糕、糯米鸡、馒头、油条、油炸锅。要两个烧麦，两个烧麦一个青菜包。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两个烧麦一个青菜包啊。这个就是烧麦了。
那个才是烧麦。两个烧麦，一个青菜不？一个青菜啊。那个饺子是韭菜的对吧，老板？对，有韭菜，还有玉米。哦。那我一根油条，我可以买四颗饺子吗？哪里面说？可以啊。要什么？来，首先一个5.5块。我要一个油条，我要四颗饺子，还要一瓶豆浆，啊，韭菜饺，啊，对，还要一瓶豆浆，还有一根油条。对，你呢？你要什么？我要一根那油条的，油条。好，我们早上买好了，坤哥两个包子，一个纯牛奶，我是四个饺子，一根油条，还有一个豆浆。你还要一个什么？茶叶蛋。茶叶蛋哦。好了。好了，买好了，我们准备拿回去吃。因为酒店里面它没有供应早餐这些货的，因为这边就是入口了，进去的话不好用。然后这边也慢慢开始开门了，卖花的他们的货也到了，花盆啊什么的。我们要从这里出去吗？啊，为什么你要走那里？这里也可以进去啊。好。啊，这边出去不是又是另外一坨了？什么另外一坨？另外一坨假象全是鸡。你以前就在这边买菜什么的？那时候我们认识坤哥的时候，他是在珠海。哦，你那时候来。来珠海不是来这边居住，是来这边抠你了。一定要居住啊！一定要居住，不然要搭帐篷啊！哎不，哎你抠了几个女？那时候在这边，那可多了。哦，有那么帅吗？都排队。吹你哦！沙县小吃对面。哦，那一家沙县小吃，坤哥也带我去吃过。他以前哦，就经常在这里吃沙县小吃，是不是？不是这家。不是这家。是里面那一家。哦。哦，那一家比较好吃是吗？啊，这里出来，这里不是刚刚我拍照这里吗？我这里有拍过了。哦，这里可以进去。所以他们是走到前面那一个巷子右转，就是。那个仙逸街，那你右转之后出去，然后再右转，就可以到那个拱北口岸。小心车！这样，看我又原路回来了，又要原路。那这么早就已经在搞这清洁，所以环境卫生这么好，是因为有人在做清洁，环卫工。然后他这就先扫好一堆一堆，再一堆一堆来收拾，就先堆好在一个点儿。你看他就堆好一个点，然后就再把它装起来。然后我前面又有一堆，等一下他就沿路堆好，然后再把它扫进去，看到吗？这一堆也是他弄好，这一堆也是他弄好的，他就堆好，然后一堆一堆再把它收拾好。所以不是不脏，是有人在整理。对，我原本以为是没有人，什么人丢垃圾嘛，然后我就你看他现在又到那边去，那一堆就是我刚刚不是拍吗？有看到吗？他等一下那一堆扫完，然后又到这边来装这一堆，就是有人在整理，还是多少会有人丢垃圾。这一堆也是他整理好在这里的，基本上就是烟头比较多。前面又有一堆他整理好的，然后前面那一堆也是环卫工整理好了之后，
它就得用沿路然后把它装起来，所以环境会这么干净，就是全靠这些环卫工从早开始打扫整理这样子。但相对来讲的话，垃圾还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感觉。这里也有一堆小堆堆，这一堆小堆堆也是它堆好的，就是两边两边扫了之后把它堆在这里，等个红绿灯然后就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哦。这一条路叫做桥光路，华侨的桥，光荣的光，有光的光。哦，不知道有什么好扒的。你看这边车的时间还有6 5 4 3 2 1，然后变这样闪一闪，然后3 2 1车就不能再过来了，停。现在是人行道的绿灯。我这竹玉这么早就上班了，是值班的人那儿吧，还是有人在那儿洗着洗着就在那儿睡觉了？我不知道，刚刚有个人躺在那边睡觉，哎。好了，我们又到酒店了，先去吃个早餐。店一楼的话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庭院，知道吧？是另外一种风情。然后那个庭院就是在这棵树、这个绿植的后面这里。好热，走一下，好热。早上起来很冷，我就穿这样回去，然后搭上我那个外套。如果到我们那边有点冷的话，就搭上那个外套，因为现在这边是比较热的。现在穿着牛仔裤还是有点热，然后就穿一双这个休闲鞋，这样。还要准备吃早餐。大姑回来，她上班不会请假。他们能请假吗？人家他计划好。他计划还要去旅游的，对吧？公司说缺人，嗯，你要给我回来上班，机票都订好了，你也得取消。全全的女朋友啊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全全说，他说要不就是，我本来是26号的机票回来的话，就25号刚好可以一起吃晚餐。结果全全说怎么这样？他说那机票还给你取消了，我不是订了26号的机票吗？他就给我取消，叫我改成25号的吗？觉得怎么这样？他刚好本来25号的话，他要去接他的女朋友了呀。哎呦，全说要不这样吧，他说、哦、我送他上班的时候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我干嘛跟他一起去上班？我是他妈的。很好玩，中国四大美女哦。他想让我去看一下他女朋友啊，长啥样啊？长。好了，开动。中国四大美女。啊，我的油条，开始吃我的油条。哦，好怀念哦。在这边的话，就是一般卖包子的地方都会有油条。嗯，香。嗯，嗯，这一家的豆浆好，这家豆浆它是用那个现磨的，虽然它掺水率比较高，但是它至少不是用那种豆粉呢、啊。用那个豆面，就是豆粉把它泡的那种，喝起来真的感觉很差哎。这个也没那么甜，是吧？我觉得还好哎，微甜。把行李箱盖起来，等一下我要出发喽。应该叫他们来搞房间。来了，薛仁贵来了。我不想看了，你不想看那个皇上用那个龙须啊？
那个胡子啊，然后烧开水给他喝了，然后开始打了，可能薛仁贵要回来了是吧？他们那个不是去请薛仁贵了吗？你爱喝不喝，我要准备出发了。我这样穿着出门了，很搞笑，我鞋子还没穿呢。好了，准备出发喽，拜拜。我要去叫车了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出发去搭飞机。现在过去的话大约还要差不多40到50分钟之间吧，现在呢就要到机场里面去坐飞机。